昨天晚上打你的电话，你一直关机。今天你虽然开机了，但是你一直不接我电话，给你发微信，你也不回我。我只能来找你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没想打扰你，我没有打算进你的办公室，我不会让你的同事看见我的。我原本就是打算躲在一个别人看不见我的地方等你。是我昨天说的不够清楚吧？我知道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没有给你足够多的空间。但是，我敢保证，这些我可以改的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保证，我一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。昨天晚上的事，欧阳是怎么知道的？问你话呢，欧阳是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晚上我追你车的时候摔倒了，欧阳和小黎叔他们来扶我，我当时状态不是很好，我又不想让我爸看见，我就让他们带我离开。我是想让他们带我去找你的，但是他们带我去了一个搏击俱乐部。咱们俩的事儿就是咱们俩的事儿，咱们俩自己解决不行吗？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的事说给欧阳听呢？欧阳是谁啊？他是我的老板，我要给他打工呢。你这个样子，你跑去跟他说这些，你让我怎么干啊？你到底什么居心啊？我不想知道你们之间说什么了，我不想跟你这种没脑子的女人在一起。伤心的时候不宜喝这玩意儿啊，过度饮用咖啡会导致大脑神经兴奋，血液流速加快，心脏供血功能加强，增加心脏负担，万一诱发了心律不齐，严重的会直接导致死亡的。大姐，你不会是想死我这儿吧？我想和你谈谈。算了吧。
说。哎，小包。啊。他现在有话要跟我说，不方便你听，明白吗？啊，好好好。现在可以说了吗？首先，首先，我要谢谢你，昨天把我亲自，我要跟你道歉。昨天晚上喝完酒给你带来困扰了，但是你为什么要把我喝完酒跟你说的话给陈哲说？你为什么要数落陈哲？我跟他分手，都是我的错，跟他没关系，是我做事情不好，没有分寸。你说他干嘛呀？我昨天晚上，我醉了，我自己说的是什么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是想求他原谅我的，但是他说他不想跟一个没有脑子的女人在一起。我真没有脑子，我为什么要把我跟他的事情跟你说？我的天哪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像我这么没有脑子的女人？你是他的领导，我在你面前说他的坏话，他你肯定会说他，你输了他，他这都站着听他来，什么都不能说。哎，李明雅，你这女人，我觉得不只是没脑子，你还缺心眼，眼里没谱，神经缺弦，大脑缺氧，你彻底废了。你说的对吗？别的对。我真的废了，我真的废了，我在陈哲的心里彻底崩塌了。我求你了，你不要因为我讨厌陈哲，他真的是你特别优秀的一个员工，他每天都是。每天都加班，他从来都没有愿意。你别因为我生他的气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脑子笨，我缺心眼，脑子还上根弦。但是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，我真希望。对呀，因为我想了他的工作，我也希望不要让你去误会，他是一个真正的好员工。你先冷静一下啊，平复一下心情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好不好？你先坐这儿啊，平复一下好不好？啊，收啊。收住情绪，控制点，好不好？什么事儿都能解决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打扰你了，走了。喂，喂，妈，妈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，我未来姐夫找我有事儿啊？听说你今天找销售部拿报表了。啊。好好看，晚上见。晚上见。我说你能不能管住你这张嘴呀？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
找我事儿了？没事，就不能来看看你？哎，没什么事儿，把林美雅送过来找她那个男朋友，然后顺道来拜访拜访你这位大总裁行吗？这祖宗是你给我送过来的，简直就一人才，知道吗？哎，你怎么不直接把送的方法国际B做去啊？你怎么不送啊？你招的人家。哎，真的说真的。 你是不是跟我姐晚上约会啊？订婚期，你懂的吧？懂。哎，姐夫，祝你好运，谢谢小舅子。就我屋里走吧。 我们两家的合作，还会有很多地方，但是我认为最完美的一次合作，就是这两个孩子的这门婚事啊。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对了，两个孩子的婚期我都找人算好了，10月初8，多子多福的好日子。好啊，还有几个月，用来筹备婚礼啊，时间够了。 来来来，再喝一口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小李东啊，好，好啊，爸妈，伯父，伯母，请允许我说两句。关于我和欧瑞的婚事，一直以来，我们两位作为当事人。 从来没有公开的表达过自己的想法。我相信双方父母都看得出来，我和欧瑞之间，并没有那种男女之间过多的情感表达。我呢，一直以来把欧瑞当做自己的妹妹，我相信欧瑞也一直以来把我当做他的一位好大哥。 对于这种没有爱情的联姻，我们双方家庭是否可以适当的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毕竟现在已经是新时代、新社会了。即便我和欧瑞没有结婚，我相信我们两家人仍然能够友好、默契的去合作，去成为一家人。不知道爸妈、伯父、伯母，还有欧瑞。 你们同不同意我的想法？李东啊，你讲的呢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啊，有的时候是可以培养的。你觉得呢？爱情这种东西吧，是可以没有的。有的人即便在一起一辈子，都没有爱情。 可是他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，即便是牺牲了自己的爱情，有什么值得遗憾的？欧仁，你说什么呢你啊？啊？伯父伯母，你们应该很清楚，我并不是我爸亲生的，所以我是嫁给了利益，还是嫁给了爱情，对于他来说根本就不重要。 我有没有我爱的人，有没有我想要过的生活，更加不重要，也不会有人关心吧。你们慢慢吃。哎哎哎，老师，哎。
谢谢啊，董事长电话。啊？爸，你忙什么呢？我在办公室呢。还没下班呢，我过去看看你啊。啊？好好，那我们一会儿见啊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得赶在我爸之前到公司。走走走走。哎，我爸大概多久能到？半小时左右。半小时来得及吗？走近路来得及。我今天练得怎么样啊？对方在身形和体重上占有明显优势，你应该尽快放弃打击策略，转为地面战。你后面的策略是对的，但是你的脚技还是不够成熟，让他轻易就挣脱了。你跟我爸多长时间了？到年底九年了。这么长时间啊？那你为什么不好好跟着他，跑我这儿来干什么？我也不想，但是董事长自有他的用意。其实他经常提起你。无非是说他这个儿子烂泥扶不上墙呗。你想太多了，董事长当着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不好。你可以不信，但是他真的很关心你。啊，对了，反正呢，以后你要是跟着我呢，想甩是甩不掉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来指导我训练，付你工资怎么样？我正按照你的要求查看这个关于二线城市连锁店面的一些情况。那你忙吧，过来看看你，坐一坐。嗯。跟我说实话，
还有多长时间？这个我不敢断言，多则一两年，少则一两个月，总之一定要心情愉悦。我的建议是，不妨放下工作，带着夫人去世界各地走一走，这样或许会有帮助。啊，再见。再见。爸，你是不是饭吃的不开心啊？可能是我年纪大了，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孤独。有句话叫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，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爸爸时常自省，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做错了一些事情，所以老天在惩罚我，让我在人生剩下的归途中显得那么的形单影只。你妈成天酗酒，你姐对我是越来越客气，你根本就不着家，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躲着我，家冷得像个冰窖。我总会想起你小时候，那时候我工作时常回来得很晚，可是你呢，总是偷偷地跑到我房间里来，摸摸我的头，摸摸我的手，总是担心我是不是发烧了。太好玩了，你知道你多可爱，你个臭小子。没事吧？总是没有时间陪你，总是忙着赚钱，忙着应酬。也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了，儿子。欧阳啊，只是希望你啊，别到处乱跑了，留在家里，留在公司里。有什么事儿能过来跟我说一说，哪怕没什么事儿，只是陪我坐一坐，喝喝茶，发发呆都行。我以后能指望的人只有你，只有你呀，小子。嗯，爸，以前都是我不懂事，总是跟你对着干。以后我乱跑，公司的事儿呢，我也会学着去做，好不好？行了，你忙吧，我先走了。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啊，
你有的时候是可以培养的。你们应该很清楚，我并不是我爸亲生的，所以我是嫁给了利益，还是嫁给了爱情，对于他来说根本就不重要。我有没有我爱的人，有没有我想要过的生活，更加不重要。喂，在家吗？不在，在公司呢，还有些事没忙完，怎么了？我想你了，我在你家楼下，你快点回来好不好？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你了，你快点回来好不好？好。等着啊，我现在就回来啊。小波啊，给我收拾一下房间啊。哦，好。小哲，原来你每天加班要到这么晚，太辛苦了。我们俩找你找的好辛苦。你们是谁啊？我是谁？为什么要绑架我呀？不是绑架我，我为什么会在你们的车里啊？我们要去哪儿啊？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们了？我能用一下我的手机打个电话？爸，你还想报警啊你？我没想报警，我就说给我爸打个电话嘛。打什么电话？给我老实待着。真的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吧？不是抓错人了，我确实不认识你们。我平常我也没得罪什么人。换了身行头就不是你了，瞪我瞎呀？不是，我是林美雅。你们真的要抓的是我吗？你们肯定是认错人了。你把我放了吧，行吗，大哥？好不好？我老实点。我操车啊！抓住！救命！抓住！你离这么远不怕跟丢了？汽车跟踪最容易出现两种情况：反侦查和脱梢，这个距离正合适。要不要报警？报警？按道理来说，林美雅这个没钱没势的女孩也不可能惹出什么大麻烦。咱先看看情况再说吧。啊，你跟快点啊！
糊涂了呢，身份证都没造啊。我早就说了，我叫林美雅，我根本就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。我不知道你们要找谁，那我肯定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。多少男，你也忒不要脸了，找打是不是？哟，还敢跟我躲？那你打我，我能不躲吗？打你怎么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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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怎么了？咱马上就到了，要你拖出去。给我老实啊，到底看我怎么收拾？怕什么怕？那还不行。对不起，等一下，我有点想上厕所。告诉你，别跟我耍花样，上厕所里边给我上去。臭婊子，你给我等着，带进去，走，快走，走。刺激吧！你们把错人了，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人。给你妈打电话。我就说你们绑错人了吗？我根本就没有妈，我是孤儿，我在孤儿院长大的。你不相信，你可以去孤儿院调查。你个骗我，找死啊！我没骗你，我真的不叫杜若楠，我叫林美雅。我刚从法国回来，我爸是他大排档的，你们去调查。你妹呀，孤儿，那你爸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说两句谎话，欠我那100万就可以不还。你冷静冷静，我没骗你，我是我养父从孤儿院把我领养长大的，我不叫杜若楠，我没骗你，我啊，还骗我？你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满嘴都是谎话，我看不定你脸色看看，你是不长记性了。把那衣服给我扒了！喂！英雄救美这事儿不归我管，你自己来。这样，我三，你四怎么样？你看着办。啊？你们这是犯法的，知道吗？犯法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地方，我就是法。
出宫了。下次还可以再快点。现场版这么厉害的，大家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，蹲下。我知道那个人，他在机场给过我名片，他是不是叫蒋一龙？他是你师傅吧？能不能让他教教我打架，可以吗？你是不是缺心眼缺的有点严重啊？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认师傅？怎么样，没事吧？疼吗？明天会更疼。别动，别动。我一直以为你打架是一个小菜包，没想到你打架这么厉害。就这几个小喽啰，再来十个都不是问题。谢谢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这帮人啊，都有前科，专门替别人讨债的。我们已经盯了他们很久了，这次啊，多亏了你们大力协助啊！啊，蒋一龙，当年的全国自由搏击冠军，再次感谢你。不客气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来，坐吧。你看啊，这个证件的真实性啊，我们已经证实过了，也联系到了林美雅的父亲。那过一会儿呢，你们签个字就可以走了。这帮人找的这个女孩叫杜若楠，跟林美雅长得很像。习惯闭着眼，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。